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这个，你有够伟大呢！你有这个北长哦，会使替人设想哦，我足钦佩你。无法度，我一世人就是这么善良。你知影无？这左人哦，到这几年才结婚呢。伊为着要等我，就敢那王宝钏同款，苦守寒窑过了十年。我看想到伊，我心内就痛苦，夭寿。这天公伯哪呢创治人？哎呀，这个，你今会使甲我讲，对方迄个大明星是啥物人？过你要酒桌，这个代志你绝对袂使老声出去哦。这个，你放心啦，你着敢把你囥咧心肝头几啊十年的秘密讲给我听，我绝对替你保守秘密的啦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只好坦白甲你讲，伊的名叫做林青霞。这个。我食到遐尼大汉哦，第一遍听到遮尼好笑的笑话啦！你会去电视台哦参加电视笑话比赛啦，你就得冠军的啦！我你啦，那我为着你安尼转几遍哦，你听，你莫较笑的。问题你转了伤憨啊，是讲你转到安尼哦，我心情是有较好啊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哎、欸，阿达，我已经抓几遍给你听呢。阿即毛你讲个咧，你到底拄有啥物困难？你毛讲。阿算唔知影，我今仔敲电话给阮女朋友啊。阿阮女朋友讲，这两天哦，咧甲因老爸哦讲我甲伊个代志啊，结果害伊甲因老爸冤家啊。啊，我听到这心肝头足艰苦个啊。唔知今仔日哦，规天安尼郁卒郁卒，面闹面臭。你看，恁女朋友哦为着你甲老爸冤家呢。可见伊是非常非常爱你，所以我敢讲，恁两个人哦非常有希望。但是我惊安尼继续落去，会拍歹着因爸仔囝的感情，啊死狗我毋着变罪啦。啊，你一直要对歹方面去想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桥到船头自然直。这个、啊、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就这么。我意思就是要甲你讲啦，伊还袂嫁，你还袂娶啦，非得你有哪有希望啦？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袂听，你是啥物屁死人物啊？啊，你不是讲要甲英俊啊苛刻，你讲骂啦？我是甲苛刻，我哪有甲骂啦？我咧开破好听咧。英弟啊，你来这上拄好。阿伯，即摆莫讲别人，就讲阮祖母告诉你听就好啊。你咧台北病院上班啊？你较早院长是毋叫做林国清？对啊，迄国清兄对我足照顾的呢。当初时哦，我去病院食头路时阵，都是伊引荐的。这林国清就是我的兄弟。伊甲我英弟哦，本来要结婚的呢。我英弟新娘早就已经穿哦，啊结婚上嘛已经翕哦，啊两个人就要结婚啊，讲国清我丢人啦。国清哦，一阵我家己丢人哦。啊！忍受着家己的痛苦，都唔敢讲哦。啊，全一个人哦，啊，渐渐走去美国要医治啊。啊，尾啊，因弟啊，知影了后，你敢想看卖，因弟心内有偌痛苦的无？痛苦可无大劲哦。想袂着，国清竟然死在美国啊！爸，过去就过去啊，管你创啥？我就是超工要讲予伊听啦，爱予伊知影啦。你这个世间哦，唔是干那伊一个人感情路歹行啦。啊，搁有人比你较痛苦、较可怜啦！你敢想看卖？伊从国清吼，知家己丢工，啊，全无法度面对家己心爱的人，啊，忍受痛苦，一人出去美国，啊，伊本来要娶这个查某囡仔的，这种心内感觉，真正是生不如死哦！夭寿！我感觉我这件事我就挡袂住。哎呀，你莫安尼啦！阿英弟啊，你甲国清，你不要紧嘛？
为着我个人的代志，煞害因爸仔囝艰苦，我是足不应该。我应该好好振作。这么好解决啦，啊！只兔兔就给你买手去啊。小石头吃东西没有？小老鼠啊，唔通讲白贼啦，咱囡仔人吼，就爱老实吼，才会得人疼啦。你老实讲，你拄只偷的啥？兔兜。啊，只兔兜就只兔兜啊，为什么刚才跟爸爸说你没有嘞？就是有吃啊，是他拿给我的。小老鼠啊，你有听到无？萱萱讲哦，是你拿给他的啦。要食啥无要紧，啊，不过吼，爱甲大人讲，知影无？知。小，你来等我啦啊！你来等我啦，哦，小。哎，哎。啊，菜拢穿好啊？你上哪卖几把啦？啊，阮爸咯，去阮新厝遐啦。啊，讲啊，要装潢师傅哦，要算迄油漆啦、壁纸的钱啦，凡是小等就几把啦。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来，咱先吃，唔免等。等你上个人你就知影了，重酒无重菜。阿狗，哦，你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刚才我亲耳听到，什么我咧重酒无重菜？我咧讲哦，迄只鸡也是我去饲养的，迄两条烤鸡是伫阮田里买来。你按算讲我来还袂转来，要规鼎甲咪输落了。你让你放心，这烤鸡迄拄煮来烧滚滚的，下晡只狗嘛足惊烧的呢。无空食紧，哦，啊！你咧讲这话的意思，就讲做你是狗，啊！若食这烧的物件，就袂输敢若狗咧落烧暗。爸，啊，狗咧落烧暗是啥物意思啊？迄狗哦，足惊烧的啦。较早咧煮饭哦，拢有热暗起来。啊，你若热一碗暗碗烧烧，甲囥在狗面头前，互你食哦，伊拢唔敢用个喙舌去落去狗，啊，拢对落落落落。啊，落到半晡的时候，迄碗烧暗才落袂完啦，迄叫做落落烧暗。你啥有影呢？啊，阮阿狗啊吼，足惊烧的啦。迄我五日前吼包肉粽，啊，才包好摕来杀，拄杀起来烧烫烫尔，哎，转啊吼，讲话不对哦，随带去冰箱冷冻库冰啦。讲安尼吼，会退烧较紧，汤较紧食。狗仔啊，迄烧烫烫的烧肉粽吼，放入去冰箱的冰库内底，敢有较紧退烧？也有较抓。后来我嘛是甲食，吼、哦，要烫个狗子哦，我嘛家家叫呢。讲哦，迄肉粽放入去退烧啊，哪会搁去烫着你啦？阿煞唔知，迄规个外口结冻啦，内面是烧火啦。阿我再讲一个肉粽的代志，你哪好讲这久哦？啊，肉粽的代志嘛是你先拿起头的。哦。阿丽莎，啊，无你要啉酒无？我来干啦。免啦，先食饱，要啉甲啉啦。啊，我看无规矩吼，我先来外口行行咧啦，啊，再过入来吼。哦，好啊，阿弟啊，那烧酒先挂出来。哦，好啦。女士，啊，你不是要出外口行行，哪不坐这？我啊，我想着讲吼，今仔日敢那是穿着上土的啦，啊，我是上土的啦，啊，即要过七月时啊，即阵暗时啊呢，我出去行穿完着。卖假啊！听我叫阿弟仔入去内面灌烧酒尔，哦，唔出去行行，伤个手土。好啦，要食你就食啦，莫讲讲遐尼济啦。来，酒灌来啊！好好好，来，来，过去。哎，阿狗，你来减饮寡。知啦，知啦。哎，这烧酒啊，尽量莫饮啊济啦，吼，对不对，萱萱？啊！哎，阿狗，头一杯给他打好。别喝那么多。哎，丽莎，阿达无代无志，你著带仙仙来咧边仔做宪兵咧管呢，管你饮酒。丽莎，我以前哦，
先带咱萱萱回来钓钓啊。哦，哎，萱萱啊，阿伯带你回来钓钓好不？我在这里陪爷爷。你要在这里陪爷爷哦？啊，不过奶奶在海钓钓吼，无人咪做伴呢。爸爸，我想要跟去海钓场。店长，我看你把这两个囡仔带来边个先处理掉了，无你老爸在这吓就吓死。小老鼠啊，爸爸跟你讲吼，那个高杰公哦，帮你铺一个床，好漂亮哦。你要不要看？爸爸带你去看好不？好，爸爸要去看。哦，你要去看，好，一起去看哈。好。店长，你要带伊去公园，不坐呀？来，排队走。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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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三，我为了你饮酒福利哦，啊，无恁先生哦，弄在你边啊，给你插东插西，安尼你囡仔会安心哟。太正无敌哦，当就是来来，刮刮刮刮好一大。哇！你看卖咧，这个冰床哦，是高职工啊专工替你铺的呢。以后吼，你含高职工啊含宝困做伙，你都袂无伴，知无？啊，你也要睡这里哦？啊，不过这位吼是小老鼠哥哥在睏的呢。稍等下哦，咱就要回去海底床遐睏啊啦。要不然奶奶也无伴哦。我想奶奶。想奶奶哦。啊，今麦吼爷爷刚刚在讲吼，你吃物件啦。结束，我们就回去海钓场哈。好，爸爸，我想要跟你去海钓场。要跟我去海钓场哦？啊，不过我海底床遐吼，会常常有警察伯伯会去呢。你会不会怕警察伯伯？会啊。哦，会啊。啊，所以吼，你就住在高级公园道好不？警察伯伯就不会来啦。可是警察伯伯会抓我啊。哦，我跟你讲吼，嘿，只要你吼住在高级公园道吼，要听话啊，不要做坏事情哦，嘿，警察伯伯就袂来你啊你啊，佫会保护你呢。可是我真的会怕警察伯伯呀。我不会怕，我会怕，我不会怕，我会怕，我会怕。Indian，Indian， 怎么啦？你去打咩去？吹风机啦，有够傲的，啊，才吹无两个就傲子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问我，这支吹风机是你之前跟我讲你伫夜车买的呢？讲什么外好拄外好，外俗拄外俗，啊！你即晚用派出来问我。哎呦，我买的。哎，对啊，我买的啊！啊，刚转来吹落真好吹啊！啊，那奇怪，今仔用第二届尔呢，啊，要随海去哦。我刚要怎讲什么进口的啊？我话是故乡出口，家人进口的啊！来这套，我靠！上米就无后悔啦。以后若要去夜市买物件，较注意的，莫贪俗。你捌听人讲过哦？生理嘴是好累的，啊，做生理的人咧卖物件，咱嘛足贤做。敢卖，你就懊悔好啊！我即摆过退钱，昨天过个钱错出来。你是干啥买啊？我去银行买的啊。银行，银行毋是咧卖水果。嗯，该倒哦。嗯，迄个进前的代志咧，我搁听人讲哦，伊即摆欠人汇款要走咯。哈？啊！你我唔叫拍无土个，迄是予你一个教训啦。叫你以后若要买物件吼，爱去找迄合格厂商，迄所做的物件才通买。哎呦，我来着啊，晦气啦！啊，去后买一个物件，我问讲，恁公司有合格无？啊，废话，但你若听到即句嘛，甲你应讲有哦，有合格哦。啊，有合格无合格，咱来知咧。我甲你教啦。喏，以后你若要买物件吼。爱领这个标志，这个标志是标准检验局因所印的商品检验合格标示。有这个标示，那边物件才有保障，才有合格。哎呦，嗯，看这个标示哦。阿牛，
我明仔要去遐大块回军，啊，要水果时阵哦，我看伊水果甲要大叫标志，那无好伊再死啊伊。水果哪有咧大叫商标啦？爱电子类、机械、电器、化工，也是讲你若强咧算这个一套物啊，唔只有这款商标。唔那安尼啦，人像迄猪肉、鸡肉吼，拢嘛有迄啰商标，人迄商标叫做啥物？那是那数。CAS 啦，是啊，那是优良食品国家认证的合格商标，跟我今晚来讲这商标无同啦。又感觉咱这世界哦，即摆愈来愈复杂，啊，每一个物件了全商标了了，切。那是政府为着要保护咱这消费者，惊咱去买着唔好的食品还是商品，所做的保护措施。知啦，知啦。为着要买物件哦，拢经过有商标买，安尼就对了。安尼就对了。啦，搞怪啊！你输你赢嘛？啊，我嘛输。阿哥，今日你上恁那爽，我让你的棍，把你做大，永远出一支就好。好，来，亮相好啊！秘书无法度啊，对哦，一摆刀，啊，李长，来来来，今摆哦，我你做大，我做大，我做大，为哪？你出一支，好，来，杀神，杀神，阿高哥，真真真，哇，哦，李长。哦，你那是卖化棍啦，安尼哦，化棍爱甜的哦，恁两个拢甜起来，面红红啊的哦。我小手位哦。爸，我带小老鼠去介绍眠床哦，介绍好势啊啦。哦，天煞，哥你嘴正经正港的嘴呢，我还叫你带两个囡仔入来面哦，我的意思就是讲吼，是较固起来，啊，你有一寡叫出来。啊，当然，恁爸啉酒要啉卖爽。爸，啊是讲我干阿只要一睏阿囝尔，啊你面就啉干红光光啊。人恁高姐嘛讲我这面的红哦，唔是啉烧酒，迄是甲恁高姐啊吼发滚烧出来，唔只系安尼脸红红。喝了以后脸红红。哦，啊人伊个会晓唱这落歌哦。啊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。